这个胳膊比大腿还要粗的家伙超级爱秀，公交车上他满脸嘚瑟，结果下一秒，这下他慌了，生怕被人发现。他叫老马，人送外号马可爱。别看他一身横肉，满脸凶相，长得不像好人，却是个腼腆害羞的铁憨憨，就连跟女孩拍照都五官紧绷。从国外回来，第一次见到外甥外甥女，他紧张的不行。外甥觉得他长得丑，外甥女却超级喜欢他。太阳正的个。这个小可爱一大早就开始了他的研究。哇，他真正紧张的。老马眯着眼睛偷笑，外甥想上厕所，但是门卡住了，怎么都打不开。只见老马扶着门框，手腕稍稍用力，外甥都看呆了。这么一个彪形大汉，谁能想到他就是个典型的外甥奴呢？他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汉堡包，然而这汉堡包根本难以下咽。他干脆带着两个小可爱出去吃大餐，两个小可爱越来越喜欢这个舅舅。听到有人说他长得像大猩猩，外甥女上去就怒怼。老马瞬间哑口无言。总之，在这两个小可爱的眼中，舅舅就是个厉害的超人，但他也有怂的时候，不敢吃生鱼片。看到鱼的眼珠子，他整个人都瘆得慌。看到章鱼还在动，他更是吓得要死。记得当初刚回国的时候，他还对一切充满好奇。第一次吃青曲酱锅，嘴上说无法接受，结果一口气连干四五锅，根本吃不够。第一次见到高档的按摩椅，嘴上说晃得头晕，结果不到一秒就上头，一张老脸乐开了花。然而这一切在试过针灸之后，他再也不敢瞎尝试了。这天，两个小可爱从舅舅的包里翻出了一枚金牌。原来这个舅舅一点都不简单。20年前，被生母遗弃的老马跟着一对夫妇去往了美国。然而没几年，养父母意外去世。作为亚洲人，老马受尽了欺凌。一次偶然，他看到史泰龙的飞跃巅峰，从此便深陷万力赛中无法自拔。凭借着一颗想要变强的心，老马顽强苦练，练就了一双麒麟神臂，成功跻身全美前10。然而因为种族歧视，老马备受打压。一次暴力事件，老马被全美万力协会除名。这次他被好兄弟进击喊回国，就是要参加韩国举办的万力大赛，只要夺冠就能参加世界大赛，冲击世界冠军。没人能想到一个外表憨憨的家伙竟然是个万力高手，这个极度嚣张的小混混也不会想到他会惹上不该惹的人。这个小混混超级嚣张，仗着自己有两下子就想欺负下这个憨憨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次遇到了狠茬。这下小混混再也不敢嚣张了，他们不知道这个万力惊人的家伙其实是个超级厉害的掰手腕选手。这看似是一项简单的运动，却是力量、技术还有意志力的对决。好兄弟进击给老马安排了一场比赛，说是比赛，其实就是地下赌场。比赛现场，一个女孩被大叔不停地骚扰，大叔是老马的幕后金主。老马看了眼没有作声。下一场比赛，原本答应金主故意输，老马却一把掰弯了对手的手腕。金主不知道他刚刚骚扰的女孩正是老马的妹妹。财大气粗的金主是个社会人，向来睚眦必报。金主带人要收拾老马，却万万低估了这个大块头，一巴掌拍倒一个，老马犹如一拳超人奇遇附体。金主并不慌，他派出顶级保镖杀手界排行13的金组长。本以为老马要栽了，结果金组长连一个回合都没有撑下来，眼看金主就要性命不保，警察突然出现救了金主一命。其实这次回国，老马还有一个目的，找到当初抛弃自己的母亲，他想知道母亲为什么要遗弃他。然而回到当初的住处，母亲已经不在了，只留下了一个素未蒙面的妹妹，带着两个小可爱。从未体会过亲情的他闯入了妹妹的生活。自打老马住进了这里，讨债的再也不敢上门了。见到老马比兔子跑得还要快。日间的相处中，老马渐渐有了家人的感觉。他以为他有家人了，可惜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一次偶然，老马发现了真相，所谓的妹妹并不是他的亲妹妹，而是被母亲收养的。受到欺骗的老马无法原谅，愤怒地离开了这个家。他无法接受家人的关系是假的，直到他看到母亲留给他的信，他终于明白了一切。原来当初母亲抛下他也是迫不得已，这么多年母亲从未放弃过寻找他，一直都活在痛苦和愧疚中。直到遇到了妹妹和两个孩子，母亲才终于重拾了家人的欣慰。她把妹妹当成亲女儿，她也想亲口对老马说一句对不起。可惜到最后母亲也没能等到。知晓了这一切，老马的世界再度有了光。不管是因为梦想还是为了那个约定，他都誓要夺冠。这个一身横肉的家伙对自己超级狠，为了练臂力，单手举120公斤的哑铃，拉动成吨的汽车。为了夺冠，他展开了地狱式特训。这是史上最强的一届万力大赛，参赛的除了卫冕冠军，还有魔鬼代言人大只佬。这个比魔鬼还要可怕的家伙，是金主专门从狱中找来对付老马的。和他对决一旦输了，这辈子就废了。全国万力大赛，选手们两两分组对决，老马连续击败对手，成功杀进16强。另一边的大只佬超级残暴，和他交手的对手全部被干飞了。
老马不知道他最好的兄弟已经被金主用两亿收买，不忍背叛老马，进击坦白了一切。他恳求老马放弃比赛，他只求老马能够输一场，可他又怎会明白这场比赛对老马意味着什么？直到在赛场见到那对小可爱，金鸡终于明白老马为什么会那么拼。除了梦想，更有那家人和约定。半决赛上，老马遭遇卫冕冠军。比赛刚开始，两个人就发生了脱手，一旦脱手就必须绑手带，一个力量型，一个技巧型。这场比赛堪称巅峰的对决，两大强者用尽全力，突然绑手带竟然断了，这种情况前所未有，人们满脸震惊，一脸敬畏。比赛继续，卫冕冠军展示完美的技巧，然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技巧都是陪衬。老马力撼卫冕冠军，杀进了决赛。决赛前，金鸡恳求金主放过老马。原来在金主背后还有更大的财阀，他们压了重金赌大只老赢，又怎么可能会放过老马？偏偏老马这个时候主动上门，在一拳超人面前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。老马单枪匹马救出了金鸡。决赛赛场，老马气吞山河，而他的对手便是那堪比魔鬼的大只老。比赛开始，没人想到大只老这般卑劣，他故意脱手掰断了老马的拇指，拇指受伤，老马很快落入下风，只能咬紧牙关死死支撑。在所有人都认定老马败局已定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场外的妹妹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家人：失落时的关心，孤单时的陪伴，真挚无瑕的信赖，义无反顾的支持。没有血缘又怎样？有这些已经够了。在大只老难以置信的目光中，明白过来的老马豁出了一切。他赢了全国大赛总冠军，这一刻他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。手臂被掰折的大只老被拖下了场，幕后的财阀怒火冲天，失去了理智。至于那坏事做尽的金主，将再无翻身之机。在这世上，比血缘更重要的是爱的羁绊，有爱，一切都势不可挡。